我看出来，你是块做生意的料。虽然我知道我养的是一匹狼，不过没关系。我看重的是做事情的结果，因为我知道狼永远成不了森林之王，这叫命。我回去了。 这儿的事情你处理好办。我知道了，大哥，大哥慢走。来，小月，又麻烦你了。怎么会呢？不用客气了。 主要是些面条、蔬菜，还有两块腊肉，可以放得久一点。你想的真周到。你哥啊，就最喜欢吃腊肉了。这几天我去牢里看他了，告诉他你们现在很安全。可他这跳脚的性格啊，还是不放心，恨不得钻个地洞跃跃出来保护你们。我跟那边就麻烦你多照顾了。你看，一家人又说两家话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跟山青碰过面了，他说这个是要转交给你的。谢谢小月姑娘。 不客气。那你们好好照顾自己，我就先走了。嗯，谢谢小月。慢走啊。嗯。文忠，山青信里说了什么？山青信上说，林世维的人格已经备受质疑，金舞台已经停业，估计林世维会资金短缺，世纪百货在短期内也会倒闭。哎，那世纪百货现在已经关门了吗？ 世纪百货不仅没有倒闭，最近林世维还动用了不少的资金为世纪百货做宣传，更扬言要取得法国最著名的香水代理权。不可能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他怎么可能一下子有这么多资金？按理来说，林世维已经不是商会主席了，在上海也不会有人再信任他，他从哪儿弄来那么大一笔周转资金呢？之前跟林世维出去应酬的时候。 知道他的朋友圈子很广，有很多朋友是做正经生意的，但是还有一些是帮派人物。你说他会不会走投无路，去找这些人帮忙啊？世纪百货最大的那股东不就是金月亭吗？金月亭不就是帮派的吗？你说这事儿会不会跟金月亭有关？可是经过金凤的事，金月亭还有可能帮他吗？金月亭那种人想帮一个人，一定是等价交换。可是林世维又有什么东西可以给金月亭呢？ 世纪百货的生意虽然萧条，可是他们在码头进出口的船却是一直没有减少。你说这事儿会不会跟他们码头上的这些船有关系啊？很有可能，金月亭的手下做的生意大多都是违法的。码头、船、进出口。好了，我去找我爸商量一下。哎，你别出去冒险，万一林世维的人找到你怎么办啊？ 你放心吧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放心吧，爸。我知道您每天下班之后会沿着这条路散步，所以我特地在这儿等您的。 想通就好，跟我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就没事了。爸，您先听我跟您说，我来找您，是想让您帮我查一件事情，关系到林世维的罪证。这个里面是几个调查的方向，爸，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，我求求您了。 你现在住哪儿？我不能说，但我向您保证，我现在很安全。不是你。 爸，我不能再跟您多说了，您帮我查清楚，我会让山青来找您拿线索。谢谢了，爸，我走了。阿全，金月亭的货一定要特别小心。是。货船每天晚上9点到港，你亲自带几个弟兄过去。 大哥，请放心。阿全。
货真的很珍贵，要特别小心。是。大家都小心点啊！货物都轻拿轻放。行行。没错，慢点，小心点。阿庆哥，所有物品都在这儿了，我已经清点过了，正好。都出去吧。 全部给我蹲下！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行。报告队长，发现枪支军火。警官，我们接受这批货物的时候，跟我们说的是日用品，这怎么就突然成了军火了呢？ 这中间肯定有误会啊！所有人全部积压带走，把守这里。同志总局，清点这批军火，带走。走，走。谢谢啊。 您请坐，马上就来啊！老板，您的馄饨到了，请慢用啊。 所以我就去淮安，特意给您买了一些回来。你成英啊，真是太让人意外了。林世维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 林老板，整夜的配合调查，辛苦你了。我可以走了吗？你的律师已经把保释金付了，手续也办好了，按照流程，可以走了。我说过，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你跟我解释没用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彻查。林老板。 你可以离开了，谢谢。喂，高部长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该查的我们都查了。 人也按你的吩咐让他离开了。好，好，我这就去。请，高部长。王局长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谢谢高部长。长话短说，军火清点了没有啊？ 我们初步估算，月值300万元。谢谢高部长您提供的情报，让我们破获了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军火案。你们破获这个案情，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啊。我想啊，所有的办案人员都得得到嘉奖。是，谢谢高部长。不过，有件特殊的事情，我想你们配合一下。请部长明示。 我觉得你们应该开一个新闻发布会。
但是在宣布案情的时候，可以把军火的数量说少一点。这个案子关系重大，可能没那么简单。据我的情报，如果你们照我说的做，可能会牵扯出更大的案子来。是，我一定吩咐手下按照部长的意思办。你怎么做事的？我把大批资金都压在了这批军火上。 你竟然让他们落入警方手中，大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漏风声。这批货我也是投了真金白银下去的，昨天还被警察盘问了一整晚。别解释了，你马上来我家商量善后。是。号外号外，警方破获大批军火，现在正追查犯案人士，军火总价值30万。 号外号外，警方破获大批军火。停车。阿全，去买份报纸。是。哎，来份报纸。给您。号外号外，警方破获大批军火。给大哥。阿全，马上掉头回去，金月亭那儿不能去了。要不先去收线报的小仓库那儿落个脚。就去那儿。好，赶紧走吧。 还敢跟我玩花样！老爷，世纪大楼和林公馆我都找过了，就是找不到林世伟。老爷，这林世伟不是答应过来和你商量善后的吗？现在突然失踪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我想肯定是林世伟转移了大部分军火，只留下一小部分在货仓里。 然后引警方去搜查，他好从中吃掉这批货。千算万算，我还真没想到他连这种事情都敢做。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喂，哎，好好好，等一下啊，是林世伟。 你什么时候到啊？大哥，那批军火全数给警察带走了，是价值300万，不是30万呢。是吗？警方已经召开了记者招待会，公开声明说他们超没了价值30万元的军火。你觉得他们是有意缩小自己的功劳，还是说货缴他们给吞了？大哥，我不知道啊。 但其余的货的确不在我手里，大哥，您要相信我，我这次是真心诚意的跟您做生意，我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。这样，好歹你先过来，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聊。这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马上派人去接你。事情已经做出来了，躲你是躲不过的。大哥，真的不是我。林世维，你不要考验我的耐心。 这件事没完，有两个选择：一，乖乖到我跟前来说清楚；二，继续躲着我，看我有没有本事把你挖出来。林世伟呀，你可真有种，吞了我这么大一批货，打个电话三言两语就想搪塞过去。 吩咐弟兄们，挖地三尺也要把林世伟给我挖出来。是，老爷。文中这招真是管用，警方公布的军火数目比实际少了90%，林世伟当场就消失了。他一定是怕金月亭以为他私吞军火，对他不利呢。现在他连警察局都不敢去，警察已经把他列为了弃保潜逃的对象。太好了，他的真面目总算快要被揭开了。
山青，谢谢你啊！谢我干什么呀？这次多亏了鸿雁，是他打听到了这批军火的存在。哦，对，还要谢谢你爸爸。高伯伯答应帮忙之后呢，动用了渠道，查明了这批军火是林世维在帮金月亭走私，而且还让他们放出了假消息。我爸做事从来都是一板一眼的，不用这些手段。这次为了我，真的做了很多。高伯伯和我说了，当时警方在查军火的时候，林世维一口咬定。 这个事和他没关系，然后假装特别配合，说这批军火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。金月亭那边怀疑他吃里扒外，他现在又成了逃犯，那他就算是想假装不知道也不行啊。我觉得现在林世维就只有两条路，要不然就是被金月亭的手下在外面打死，要不然就是被警方捉拿归案，想想都觉得开心啊。嘿，你们两个准备什么时候出面自首啊？高伯伯还是很担心你们的，他说。 只要你们能回家，就能保你们安全。我觉得再等等吧，等这件事尘埃落定，等林世维不能再加害我们，再说也不迟。那这样，我先回趟家跟高伯伯说一声，免得他担心了。好，麻烦你了，兄弟。客气什么呀？我走了。行，快去吧。你们俩小心点啊。嗯。大哥。 这个地方每天下午都会有线人来传递消息。您放心，咱们先安顿下来，再做打算。也只能这样了。让大哥受委屈了。这样，一会儿呢，我去帮您收拾一下。阿全，真没想到，留在我身边最后的一个人，竟然是你。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话，我一定报答你。大哥哪里话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您先休息，我去买一些日用品。阿全，注意安全。 我知道林世维藏在哪儿。是个识时务的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金老板，我知道林世维这些年是在您的照顾下，事业一天天做大的。 我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他能做到的，我阿全一样可以。所以呢？我会更听您的话。你很容易控制吗？你跟了林世维这么多年，现在巴巴的跑到我眼前出卖他的消息。 难不成你还想表现一下你会多么忠心耿耿吗？我只想赚钱，做大事业。我记得您跟林世维说过，您不怕在身边养一匹狼，您要的是结果，而我就是能给您结果的那个人。 野心，想往上爬。
这很好。不过你总得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带上弟兄们去会会林侍卫，顺便证明给我看看你能做些什么。是，金老板。去吧。陈哥，谁？陈哥，有新线索了。进来。陈哥，什么线索？哎，我看你眼熟啊！哎，林老板，我真是见着大佛爷了。这么长时间，我就盼着跟您本人见上一面，这太突然了。别废话，说重点。那个，我查到了，我查到程英的下落了。你确定？对。带我去。哎，您请。程英和高文忠就在前面的小铺里。你确定？我有个拜把的兄弟就在前面那个店里工作，昨天晚上他在楼上看见高文忠和程英了。别废话了，我这不赶紧马上走。哎，林老板，要不要我帮忙？我让你走。哎，我走，马上走。轩哥，林世维呢？你看，我这已经找到了程英和高文忠的下落了。这林世维呢，他也自己去找他们了。我问你，他们在哪儿？说，在一个小巷子里。这说来也巧了，我有个拜把子兄弟。轩哥，少废话，带我去找。好，就去，闪开。小说写完了？写完了，这最后一篇。我要亲自交到报社去。你要出去啊？这时候林世维正在被君悦亭追杀呢，他顾自己还顾不过来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出去打听一下，说不定他这时候已经被君悦亭抓了呢。你们就那么想让我死吗？我觉得你欠我一个说法。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一直把你当兄弟，从来都没有负过你。当年你杀你妻子的时候，你有给过他一个说法吗？你有给程英一个说法吗？难道你们就没有做过错事？为什么偏偏我做错事的时候却无法回？只想成为一个好人，我不想杀人。可是你们给过我机会吗？给你机会，我的家人会活过来吗？这件事情跟高文忠没有关系，你放他走。我们的恩怨，我自己来跟你解决。别啊，林世文，用连载小说揭露你罪行的人是我。揭发你走私军火的人也是我，把程英放了，杀我吧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
在我面前谈恋爱啊，我好感动。程毅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说这是你跟我的恩怨。不对，是你对我的恩怨。一直到现在，到此刻，我都没有怨过你。相反，我是那么的爱你。林世伟，我今天既然被你找到了，就算是死我也要告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觉得恶心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怎么找你报仇。我让你恶心啊？他呢？他就不让你恶心了吗？程毅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设想过无数次林世伟杀我的情景，文忠，却万万没想到文忠会替我挡下这一劫。眼看林世伟提了心要带我走，而文忠还生死未知，我心急如焚，却又无法逃脱。张开！你放手！张开！停车！下车！放开我！走！下车！阿全，快下车！阿全，你叛徒！也背叛了我。追！多久能到吗？刘家顺利的话不到半个月就能到，上船之后交全款。你先去准备吧。啊，去哪？你松手，松手！林世伟，你放手！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我找到了一艘去南洋的货船，不出半个月就可以抵达马六甲。我想在那里重新开始。你休想！我是不会放手的，程毅。世伟，你放手！你放手！林老板，林老板，可以上船了。我先用小艇把你送到大洋船码头那边。好，上船之后我会把钱给你。谢谢林老板。你我之间的账还没算清楚，你这是要赶着去哪儿啊？金月亭
很久之前，我就想这么称呼你。哼，今天落在你手里，我认。阿全啊，在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枪法，给你两颗子弹的机会，干掉他们。金月亭，你要我的命，你拿走。可是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放了程英。谢谢你提醒，我想请问，阿凤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他对你百依百顺，一心一意帮你打理事业，甚至为了你不惜跟我作对。到头来，在你心里落得个连个向你寻仇的歌女都不如。事到如今，我不妨告诉你，我很尊重金凤，毕竟我们有十年的感情。可是我并不爱他，因为我爱的人是程英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阿凤死后我承受的痛苦，我觉得今天有必要让你也尝尝。林世维啊，林世维，用你的这条贱命去地下给我阿凤赔罪去吧。程英，你也逃不了。队长，站住！过来，别跑！站住！都把钱放下！站住！站住！过来，老实点！站住！站住！队长，带走。哎，你好，你是程小姐是吧？对，高文忠呢？他回来了吗？哦，少爷还没回来，这是老爷给你的信。程小姐，在你打开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带文忠离开了上海。如你所知，文忠伤势堪忧，此次带他离开，一是为了治疗伤情，二是愿你和他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程小姐，我敬佩你为家人所做的一切，然而正如你作为一个女儿承担起这个家族的恩怨一样，我身为一个父亲也要承担文忠的未来。我相信你会比文忠更能明白我的苦心和选择。世伟死了，文忠也离开了，一切都尘埃落定，我已了无牵挂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我却突然想起了那间未曾进去过的密室，那间我们以为藏有林世伟犯罪证据的密室。密室里还留有之前主人的气息，几个日记本整齐地放在桌子上，仿佛还在等待主人的归来。而那里面记录的
竟然只是一个男人最普通的日常生活。其实善良对林世维而言不过是他一个自我安慰的道具，因为在每个关键的时刻他都毫不犹豫地将道德底线踩在脚下，选择保全自己的利益，一念成魔，终至万劫不复。你确定吗？嗯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如今我哥也出狱了，我也该跟青田哥还有小月回扬州去了。我跟红叶还说让你给我们当伴娘呢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山青，谢谢你和红叶曾经为我做的一切。哎呀，不用谢我们，你谢我。哎呀，我真是没想到，高伯伯竟然能放下一切带文中走。这也就是文中昏迷，他要是清醒的话，肯定不会跟高伯伯走的。算了，山青，不管高伯伯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他都是为了文中好啊。那你呢？你就这么放弃了呀？人生有很多错过是注定的，人活了一辈子，计较了一辈子，到头来其实只剩下一些回忆。在我痛苦的时候，文中给了我那么多美好幸福的回忆，仅就这一点就值得我去感恩和怀念了。那这一切对你来说又算什么呢？算是大梦一场吧。你这个梦里要是没有林世维，那该是多好的一场梦。我的梦因林世维而起，也因他而结束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却觉得虽然是噩梦一场，但也并非毫无收获。被仇恨占据了所有心神的我，在大家充满爱的呵护下，也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什么是牺牲和奉献。哪怕最终我不能得到那份美好的爱情，但有这些爱的回忆，人生已便没有了遗憾。此时忘情歌的旋律又在我脑中响起，是否能用忘情歌证明也曾忘情爱过？愿你听了这首歌从此忘情最伤悲。小骗子，我是陈英。你干嘛呀？看这次我有两张，跟不跟我一块走？Thank you.
去恨过，最后只剩下罪过。